小六，今天呢非常高兴，在我们这边福建村呢有一个举办了一个外嫁姑娘集体回娘家一个活动，在这一天呢，无论是嫁到天南地北的，全部都回来欢聚一堂，这个节日呢非常好。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活动。电视台的都过来了。大家欢聚一堂呢，在赵全家福，大家排好队就开始到了。希望呢以后多搞这样的活动。特别呢是对那些远嫁他乡的，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这个呢是非常好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远嫁他乡呢？有没有思念家乡的亲人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